晚上元宵节都得有带专属的心理吗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谢谢自信，老子自信，都给老子自信起来的什么梦幻海呀、啊？谢谢。好大一特，谢谢爸爸元宝的过山车。好大一特，谢谢礼物。好的。谢谢过山车，谢谢礼物 ，Thank you。嗯，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的难看。哇，这个特效做的是越来越大了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谢谢这个就是只能要越过的地方。海洋，谢谢你，谢谢只是过客的海洋。每次更新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因为头发太短了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短发，我非常的在意这个发型。谢谢佩奇的什么？哇哦，谢谢非洲酋长无语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小雨，谢谢你，谢谢皇冠小雨。嗯，谢谢一言不语注意。是的，新出的礼物不是很那个，不是不舒服，我没有不舒服，眼睛有点不舒服。而且我这个刘海我也不是很开心，谢谢吹泡泡。就是他这里开叉了，烦死了。谢谢，谢谢小绿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绿的皇冠，谢谢你。我今天就闪一下我就走了。嗯，算是吧。所以我今天涂口红都是抿嘴，我不能让抿嘴，因为抿嘴很痛。我就去卸妆了。所以我今天要开始。我头发太毛躁了，看。我可能长裤牙，上次那个裤牙那个这里它边上还没好去。怎么突然？这不就是我平时经常走的风格吗？没有走朋克风，只是今天头发比较乱，就拍成那样。谢谢卓芝芝的夜点。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眼睛太干了。中心没有白眼，中心又咋？没有办法彻底治愈，到现在还没有人类还没有研究出来。不是，就是眼睛很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刚刚还不干。谢谢礼物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溃疡是医学上的绝症，好像是这样。因为那是我的绝症。蜘蛛侠头套刚戴过的，我已经。摘了我就看不清了，没办法，就这样吧。我感觉我这个发质比之前还要长，这个头发在勾。谢谢依然对你中意的夜蝶。不要，不想套头，刚刚已经套过，发型都乱。好不容易把这个发型整好，因为它这个妆容，不想，因为我是学点画，它精髓就是点缀。谢谢。来了。哎。好的，谢谢阿姨。没有，嗓子是不是哑了？他
不掉了。是吗？是因为我染了头发吧？是因为我头发变黑了？我现在摸着头发像那个，像那个什么，像什么？钢丝球？对对对。谢谢礼物，谢谢。我这两天不怎么失眠。我点了啥吃的？那个是外卖啊，不是超市。谢谢王不一的夜蝶。我想画很久，因为我不会画这种灰色的面具图。丢丢，我就是，你们不知道，一开始把自己画的像僵尸，一开始觉得像僵尸，画的眼睛，整个眼睛都是黑的。谢谢一小易的夜蝶，谢谢。我就把它抱了。真不听话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救一下。谢谢大北极熊的皇冠，谢谢。啊，擦不掉了。谢谢小史的小猫咪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快搬。什么表情？你什么表情？为什么这么生气？谢谢小狂的皇冠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谢谢小 B 的小猫咪，谢谢你。谢谢小姐。谢谢。还有，突然长得快翻。哎呀。啊。谢谢小姐，啊、谢谢你。躺着，谢谢礼物。可是其实还没有盖掉，只不过这个直播磨皮给我磨掉了。矿工为什么说像矿工？丢丢，好了，发个神经病。谢谢小纯的夜蝶，他和我像。还行吧，是吧，小丢？花玫瑰是吧？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别的工种？对啊，我的头发很容易炸。算了，我算了，无所谓了。反正这个头发从这以下都不能用。谢谢青青的用爱发电，谢谢你小青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谢谢你。什么公公？没看清，你说啥？谢谢往哪跑，冰淇淋蛋糕版送我的权杖，谢谢你，小跑。谢谢史努比比的夜蝶。今天几号了？啊，那是因为我卷了，就是不是我卷了，是我自己扎头发扎成这样。这个不见了。
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，我妈要过生日了。我妈昨天给我发了很多语音，跟我说她挑中了10件衣服，准备买，说今天晚上做活动，满多少多少钱，减50。然后我说我帮你买吧，她说不用不用，你不用帮我买。我说没事，我帮你买吧。她说那你就帮我买2件吧。是的呢，谢谢小夏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夏。妈妈多大了？谢谢你的皇冠，小夏。不说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就这样。过就反正他过生日，送他一个蛋糕吧。就是做一个尝试，其实也就这样吧。不知道，到那天再说吧。现在问什么时候解封也是白问，该解封就会解。又没打喷嚏。不是说6月1号就解封了吗？对啊，但是解封是什么程度解封？是能出？是哪里都能去呢，还是只能在这个园区里面走走呢？能出门啊， staff 都不用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能跨区吗？不把我的话说当耳，把我的耳朵的话当耳边风。staff 在宝山，如果不能跨区的话，就等于还是没有啊，没有 staff 住宝山。有老于就不是啊，区委出了算，剧场是去不了的，那现在怎么可能去得了剧场？对啊，那你如果去不了剧场啥的，是啊，跨不了去，这么有事业心。不是跨不了去的话，我们就等于没解封，差不多，我们也不会去别的地方。我可以回家，吧？你回家隔离啊？你要跟我回家吗？你回家隔离14天，自费。我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吗？不能。隔离是你，你不跟爸妈一起住，你算什么隔离啊？不能自己隔离吗？不可以，住个9天隔离，你想什么呢？而且9天是随机分配的，也不知道会分到什么9点。我妈天天跟我说，王姨你什么时候解封呀，解封了妈妈来接你呀，妈妈换新车子啦，妈妈来接你呀，什么什么的。我已摸清了，这个不用摸清了，到处都有这个新闻。谢谢礼物。上周在一家破9店隔离，对，这是随机的，有人住得很好，有人住得不咋样。价格都是一样的吗？看你那边的安排，当地的安排。如果我觉得如果价格是好的话那就赚了，价格是一样的话那就赚了，如果有些人住得好的话，价格也是随机的，看全身。对，淘宝模特吗？时间很久了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。之前那个医院发了我下面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说裤子没什么好看的，下面裤子是应援裤，就是啊，不是说应援裤不好看的意思，就是说大家都见过。但是我感觉我应该回不去了，他是6月份返校，6月份我才刚解封，返不了校，还要隔离。谁的应援裤？那当然是我自己的了。什么意思？觉得王应援会做不出来应援裤？带个节奏。嗯，王爷，干嘛？有大事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要煮鸡汤了吗？是啊。你还记得这件事情？我知道啊，但是你不是要睡了吗？那就以后再吃吧。应援裤没关系啊，有睡衣嘛，不是，也很好。鸡汤要炖好久呢。对啊，那就你以后再吃吧。对啊，
对，这反而更影响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我在家的时候，爸妈都提前一天晚上蹲检。那我肯定会忍不住吃的，我只买了半只鸡。我真的最近觉得我的眉毛越来越灵活了，家人们给你们看。他会提前很久开始准备，前一天开始。谢谢下了一场流星雨的权杖，谢谢你。嗯，就是你应援裤穿出去，哎，不是说要做应援拖鞋吗？是我前昨天早上起来，昨天店员的时候有粉丝问我，谢谢你有什么想要粉丝做的东西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然后我说凉鞋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凭感觉的，也可能我说的是凉鞋。哪里不灵活了？在周酋长无语送我的夜店，但是每次我看我妈做什么大菜，都是前一天才炖出来的。我头发为啥要变长？因为我是长发公主。谢谢小刘送我的，这样是不是很像那个袁一琪？谢谢。啊哈，他笑起来眉毛是八字。然后再学学谁？学周诗雨，学学周诗雨眉毛，周诗雨眉毛。暂时，等到我们眉毛。没有，我在学你的眉毛什么样的。我刚刚学了一下袁一琪的，好像。看看我，像吗？那是他的表情吧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像丢丢，丢丢就这样。你们不，丢丢的眉毛只有这一段，就前面这一点。感觉脸又变瘦了，哈，不会是我又开始瘦了？你开瘦脸了？我看看。呀，我没有啊，我开了，嗯。把它关掉。我开一个瘦脸试试，我有没有看？我开一下。我开了10只瘦脸，我现在把它关掉，现在是0。我没开，我开个10试试。好像没有区别。你是开小了，是应该就没有区别的。我跟你一样开了10，现在。我现在已经关掉了。哎，没有区别的，是没有区别的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是吧？好吧，有一点点变化，还是能看出来。我已经关掉了。我也关掉，我要开到20。嗯，也没有区别。那我开到40，开50。你把脸全露出来，就有区别。10点，我开50也没有区别，真假的？有点痒，我开100，有区别的，把全脸露出来，我把全脸露出来，我吓死了，开100的时候，我开一下，现在是没开，有点吓人啊，这个表情，调回调到50。是现在调回去，有区别吗？我这样子好像那种日本人，瘦鼻开个到100呢，瘦鼻开到100其实还好，小嘴也没区别，没区别。夹不进去，这是假发垫。算了，不玩，给它挡住。全开我之前搞过，很吓人的。现在是30。对啊，我也想说口袋美颜改一改，特别是店员的时候，我觉得粉丝看了那样子都要出坑，实在是有点太丑了。
真的很丑。你的脸线去哪？这是最大的。是吧？八级，这是最，就是关掉。说出来这个功能其实可以取消的，确实你搞一个你就就是正常的美颜就够了，我不想要瘦脸大眼，像以前就很好。对，去年的时候真的很好，谢谢是一不是一的夜店。是为什么来着？换公司，换了合作的公司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说现在这个公司这边很多那种，不然没有电，差别这么大。就是它主要是可以搞那种美颜之类的那些功能。谢谢紫色柿子树的野蝶，谢谢你。那滤镜，滤镜怎么用？滤镜也很一般，就是很丑啊。是滤镜加了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这个滤镜有点太远了，中间线。二四六属实，二四六，六，哎哎，六是怎么做？哦，六，二四六。哦，这个滤镜好白哦。二四六，这个要快一点吗？好色。二四六。做一下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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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ss。 不满意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梗，什么梗，我最近都不看你留言。 why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？我从来不给大家这样子的特殊对应。谢谢王不一的夜蝶。谢谢小胖子送的皇冠，他怎么没有特效呢？还没找。谢谢你，小虎。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谁的盆骨对穿症？我的盆骨，我的大腿没有对什么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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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向比耶？怎么？我以前听说反向比耶是在别的国家是骂人的意思。哦，骨盆，哦是骨盆，盆骨也是，有盆骨啊。不要发其他语言，看不懂。宝宝不知道，宝宝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，我还觉得自己有点嘟嘟肉呢，有个白肉，有吗？有啊。有啊，这全都是，这浑身上下都是肉。哎，刚刚有个礼物是漏了。我什么时候睡觉？现在。快来提醒一下，小胖虎，谢谢小胖虎的皇冠，谢谢你，小胖，谢谢你，小胖。我这里像些鸡发，小老虎。那你去剪一个吧。你们带错了啊！人家是小老虎。你不理我啊？我也不理你。什么？我没听见。我也没听见。当时是太困了。怪你们，看我的鸡发，这样子，还是剪掉。嗯，不是啊，不过也算是提前了。
我其实不是很想过生日，就是因为觉得也不是不想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这个生日就是说年纪又大了一岁，就不是很想做，不想21岁，是真的不想21，想保持我的20岁。但是这是要面对现实的，就像我18岁的时候不想十，呃，我十，对，我18岁的时候不想18岁而是一样的。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18岁好好的过。平板没有修好。而且年纪越大了，就是说，就怎么说呢，就很烦，谁能懂？要遇到的事儿好多。因为他就是这些东西，之前很值钱，就是之前很缺少，就是只是现在一下子就不要，不需要的，就没有之前那么珍贵了。哎呦哎呦！怎么老问我生日公演能不能安排的？又不是我安排的，家人们搞清楚，搞一搞最清喜楚。欢几岁的我时不候？负责安排公演。我想想，关键是解封了，我也去不了剧场，你们也进不了十剧岁场，以前吧，我办什么生日公演？十几岁以前吧，演出也不能恢复。后面我都不是很喜咋老问这种问题呢？欢。就是单说年纪的话。后面我有点白痴，就是不是很喜欢，回想起来就有点毛病。上初中之前吧，上小学的时候比较喜欢。解封离彻底开放离还是有点时间。就后面就有点太，解封后去拆了，可能就是又懂事又不懂事的时还候就很烦，就很多小事情都挺那什么的。最讨厌的是初中的时候。我解封之后想去，如果真的就是，就特别想去的事情就是按摩。然后，反正就是14、13，从13岁开始真的想去按摩。到18，我都不喜欢。我那天享受了一下采耳服务，对，初中就就很是容晚易，上就突是然很那个。说林志颖现在的话就在普通采通。耳。20岁也怎么讲呢？从19到现在过得很精彩，呵呵，只能这么说。他是采耳达人，他是那个采耳师，他可以开店，他就在那里给我疯狂采耳，他有设备，然后趴在那边让他给我采耳。你初中要毕业，那你要中考了，你还在这看直播？稍微这紧两张，天做梦的都忘记了。你会采耳？6月1考，那你们就加油。是，一般我采耳的话，我给别人拔耳朵是不敢进去太深的，怕别人就会疼嘛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怕把它那个弄破。什么？笑什么？你还给谁掏过耳朵？给你掏过，那我我是妈。别人喽。哎，还有很多。还有谁？还有我妈妈。因为要是碰到耳膜就完了。但其实碰到耳膜也没什么事儿有事吧。儿流血了怎么办？可是我之前还在耳膜打针呢，我谢觉得谢没什么你事。打不过我的权杖，谢谢你小打，谢谢你小嗯打。哎，你的拳头会聋为的。啥要打针？
因为可是我打针的时候为什么没流？那医生和我是一样的，我医生打针跟我掏耳朵是一个意义吗？就是之前，哎，这事儿已经说了好多次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怕。就是我之前耳朵生病了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要打针。什么醋？你想喝醋吗？谢谢快乐小小屋总念。王毅有一次我给他就是掏耳朵，他是非常大的耳朵。发炎了，然后它就会结痂，然后呢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自己耳朵发炎了，我不知道自己就是要中耳炎了，然后呢去别人的那个店里面，人家跟我说，他说其实是你耳朵发炎了所以才会这样，就是它在里面结痂了。然后那天林书琴给他掏耳朵又踩出来一个大耳，谢谢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很爽吗？谢谢，玩偶。但其实不是血痂，哎，就是结痂了。那天给你掏耳朵，你说一下子听得清楚了。我只是开玩笑。现在开始觉得没面子。对啊，林书琴给我们所有人都掏耳朵了，他们都说就是有好，就是有好多人跟我一样，但我就不说了。但我觉得掏出一个大耳屎很有成就感。对啊，就是之前坐飞机的时候还会耳朵疼，是真的很疼，就是你咽口水都会疼。但我不知道啊，我记得我之前有说过，我说我耳朵很疼很疼很疼，这没什么好笑的，就是，如果你自己耳朵发炎了你最好也去看一看，就如果你耳朵疼的话。谢谢彬彬有礼的高级马卡龙。这个礼物还挺可爱，像下雪。然后你就得涂药。我的脸没好，我的脸最近很吓人，但是又还好，又吓人又还好，所以我赶紧等疫情结束了，我要去。看一下脸。谢谢热心市民 HCH 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小热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赵尔言治不好真假的，谢谢礼物。谢谢可乐欧的夜蝶，谢谢。你会踩笼子啊？反正我一直都没有怎么那个，我已经看过了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不像以前那么严重。你耳朵觉得你记得啊，我还买过一个，可是我现在脸痒啊，我谢谢。就是它跟你的手机可以连接，然后你可以跟你的耳机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戴过耳机，我耳机搞丢了，我怎么戴耳机？除了电源的时候，电源我都是跟人家借。不是很方便。嗯。耳朵里网不好。背有痛吗？还好吧。可是挖耳勺，你们去搜搜。对啊，所以不要戴耳机。就是少戴耳机，或者说你耳机调小一点。就是你看耳道的话，也就觉得还好。我要来马来西亚吗？如果我能来，我想来啊，我真来不了。我被疫情所困，就是我连那个，因为你普通人健康，家门都出不去，也不会很脏吧？可能我没有看过特别恶心。我的蜘蛛侠呢？我没有放在边上。换个话题，这
谢哈布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小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对，我身体很不好，这我知道，但是目前也没有感到什么不适，就是只是知道自己身体不好。自己的话就是舒服，就是在外面揉一揉就好了。谢谢小狂的权杖，谢谢小狂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我要跟你们拜拜了。谢谢你。小偶像，像不像怎么像？像不是人。拜拜。因为我本来就说今天就直播一会儿，不想直播很久呢，因为不好看。人种，拜拜。它不是一种人种，是一种物，也不是物，一种。谢谢，只是过客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。类别。Thank you。小偶像和清洁工一样，都是一种职业。拜拜拜拜。晚安，好了，我要挂了。谢谢礼物，谢谢，拜拜。